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呢正式卸任，他接下来要专心投入到台北市长选战。这不先前呢，陈时中也曾经被批评说他将帅无能，累死三军。今天他在典礼上就开玩笑了，说只有累坏罗一军。好，这外界就疑惑了，说为什么的指挥官不是由部长来兼任？对此呢，陈时中今天在广播节目上受访也说了，这其实是疫情累降级意味。请秘书长、部长们看向前方摄影师。陈时中正式卸下卫福部长的职位，交接给他的左右手薛瑞元。但在典礼开始前，他内心百感交集的情绪已经藏不住。昨天我其实跟我太太讲，就是说，有点开玩笑说，请不要帮我准备手帕，因为我想忍住不流泪了哈。陈时中担任卫福部长5年多，是近25年来任期最久的一位。细数这5年多，曾被批评将帅无能，累死三军。不过，陈时中在典礼上开玩笑这么说：“我必须要郑重的澄清，好，在 CDC 没有人讲说我累死三军呐，好，这一定是没有。不过呢，有累坏一军呐。”陈时中即将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，把团队交接给新任部长薛瑞元，他信心满满挂保证。至于薛瑞元在典礼上致辞时，除了表达感谢，还数度提到夫人，甚至强调唯一的夫人。那我也向我的唯一的夫人说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只是接任指挥中心指挥官的王必胜虽然没有出席，不过一早陈时中上广播节目被问到，指挥官由原本的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接任，怎么不是由薛瑞元部长来兼任？为什么指挥官不是部长呢？这什么意思？里面其实是一种累降级的味道。看好疫情走向，似乎也趁此机会正式交接，未来新团队会如何发展，引人关注。记者吴正宇、赵世元 SNG 小组采访报道。陈时中呢，已经进入这台北市长的选战模式。那事实上，在新书发表会当中呢，主动爆料自己呢放弃申请绿卡，那么遭到蓝营质疑呢，是不是想要挟以美国以自重？那事实上，他本尊呢上广播节目再度强调，不曾持有过绿卡，是申请过，但最后放弃了。不懂这样子到底有什么好攻击他的？代表民进党分别角逐台北、嘉义、台中的三位市长参选人排排站，这五官还真有点相似，尤其那个招牌咪咪眼，连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都笑说是民进党最新团体。咪咪眼连线啊，你有加入吗？基本上呢，这眼睛大、眼睛小各有它的利弊了哈。我们眼睛小的人，这眼睛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哈。幽默回应，笑翻一旁媒体。随着全代会造势，加上新书拉台，陈时中进入选战模式，但此时却主动抛出绿卡议题，遭蓝营批评是想预先拆弹吗？好像想告诉选民，原本我可以当美国人，但我选择当台湾人一样。他骂你，这你蛮生气的是吧？没有，他要骂也要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想这东西在用在这样的一个操作，实在是也就有一点 low 了。成为国民党一直攻击的目标啊，在选战当中啊，当然一定会吧。我想选举就一定会被攻击的哈。语气无奈，陈时中再次强调自己从未持有过绿卡，也无意要拿这个议题来做选举攻防。但摊开最新民调，陈时中是以24.2%险胜另外两位对手，但差距都在误差范围之内，显示三强鼎立下，气泡效应将对选举结果产生关键影响。事实上，那个我也不算是领先了，都在误差范围之内，所以基本上大家平常心来看。对民调要大家平常心，但披上选举战袍后，从输出到媒体曝光，处处可见陈时中想替民进党夺回台北的野心。记者廖凯正、吕正宇台北采访报道。